小玉，啊，你今天怎么来找我了？今天我想来问一下，就是这个哥哥吧，就是来。啊，你就找阿杰是吧？对。你要买的什么呀？水果呀。就给谁买的？来见人肯定要送点。哇，你现在又有礼貌了。那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就是随便聊一聊嘛，关于我男朋友的这件事。可以，那走走，应该在家吧？啊。阿杰，我来看你了，给你买的水果。是吗？水果贵。你坐坐坐。要什么就淘了。俗话说，有我一口肉，有我一口汤，就你一口肉。好几天不见了，你最近还好吗？还可以，我洗洗。最近想我了吗？啊？最近想我了吗？我说不会吧，小玉找你有点事情要咨询，应该等一下讲讲，要不你洗一下，你尝尝。不用了，那你可以洗洗洗是吧？尝尝吧，尝洗个尝一尝，吃点水果有好处的，反正都是自家人嘛，别客气。今天我来了就是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。就是我最近不是找了一个男朋友吗？他叫小娇，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呢特别的有幸福感，然后呢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要不你帮我分析分析吧，就。有幸福感挺好啊，有幸福感。他对我呢也挺好的，然后今天还给我送花了，但是那个花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但是他也是有一份心意嘛，就。挺好的，男女之间。年龄大了之后，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，但是我又觉得现在我们两个都比较小了，也是同年嘛。多大？跟我一样的20。20也该体验了，男女这个体验嘛，不然的话你对吧？体验是什么呢？异性探知，精神感受，就是情感成长。需要的，这可以吗？这个好吃吗？这个可以。多吃点水果吧。下次我请你吃个饭，下次我出钱。下次我给你吃点，下次给你带点东西来。在社会上主要关系是什么关系？就是两性关系，结婚干什么生孩子最主要的。再一个关系是个体跟社会的关系，就生产价值，两者主要两个关系。还要以亲情关系、友情关系这都次要的。而人跟社会里面还有两性关系是主要的。两性关系是生产的是人，是价值；跟社会关系生产的是物质价值或服务价值，两种价值交换的。你不懂不行啊！我这也是第一次嘛，就第一次谈恋爱嘛，有很多的地方还是不懂嘛。我作为恋爱专家，心理学、哲学了，社会学，我研究了很多嘛。对两性关系这方面，或者男女谈恋爱这方面，我也可以给你指导。哦，对吧？可以啊。那你吃饭了吗？我过去两小时再吃。两小时啊？你这是在直播吗？在做什么？就是我感觉他不是很有钱，然后他也是才来一两个星期吧，就这没事，没钱慢慢挣。现在你主要是想体验生活，体验成长。在两性关系的互动之中，他请你吃吃饭，溜溜街，然后公园里是吧，溜溜达溜达，谈谈心，这个过程嘛，你谈谈你的过以前的事情，谈谈他的事情，交流交流思想，谈谈理想，花前月下，
的，我遇到过几次嘛，我谈过这个东西，我都经过这几个程序了，这样才能体验人生的美好。小月，你什么感触没有？他意思就让你去进行这个进行时，不要想到结果，这是不是这道理？对，当下进行时。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时间到了，不是？你先说。对，到了就谈恋爱的年龄。对，不然过两年更不能持续这个停顿。那你怎么办？你是嫌弃他没钱吗？就是这主要看个人吧，都是真心相爱的话，有没有钱就无所谓吧。这个钱是身外之物嘛，就是可以慢慢赚嘛。我感觉他挺好的，我看他动得挺麻利的。我看他也挺老实的。你看他怎么样？和我的比之前的都要好是吧？对。就像上次那个小黑，看好就拿下。说明你们真的有可能在一起。小玉，那你现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下一步是和他在一起了，还是先观察观察再说？先相处一段再说。我现在也做不了决定。观察。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？你呀、啊？我都找了，都结过两次婚了，我找啥？两次。就一次嘛。2002年22岁的时候正常结婚了，说的。成了吗？隔了6年就离了嘛。为什么呀？不说这个，说这万一看到了麻烦。这很正常呀，这也没什么。别人的隐私。对，是我们。对。一个村儿嘛。因为他们性儿比较小，去反应。那现在打算下一步怎么办？下一步？下步没什么，下步我就搞文化，搞思想，帮助一些年轻人们解决心理困惑问题，个人成长问题，还有精神建设。不想那些事情了是吧？对，慢慢会戒掉的。因为中年了嘛，都他自己会什么的降低那个需求力量嘛，能量嘛。他会干正事儿，中年人要干正事了，不能老干那种。这些繁殖的事儿，就年轻人嘛，就这个叫欲望。对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听懂啥意思了吗？听懂了，就是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现在不想这些，就是想帮助年轻人解开这些疑惑吧，就对，知道年轻人，对，中年知道，40那知道二十。指引他们的方向，指引他们的光明，驱敌黑暗。但他们不要，不如我们以前的泥潭吗？我们20多人的泥潭，因为他们经历的东西，我们都经历过。当人生导师吧，这未来的一个想法。现在生意怎么样？现在，现在生意怎么样？可以，一切不好玩是吧？那边又开了一个二手店，在转转二手店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5-6家了，这已经。看你也想办法也挣点钱吧。你来那么久了，老人也不是办法。你这直播呀什么的，你自己也弄起来。现在时代在变化，跟着感觉走吧。不行，不说了。不行就回家了，回家种地了。不种地。闯荡吗？那你在这边能现在能解决温饱问题吗？能。房租够不够交？房租。反正今年坚持一年嘛，实在不行我就到别的地方等。边打工边研究我这个。那你在河内待着不行吗？都待了很长时间了，10几年了。啊，你换算说要走了，因为
不太好了。喜欢这个自由感吗？每天有可以聊天，可以讲。机构这里。同学，这好奇怪啊！开那么多二手店，那里一家，那里一家，那里又一家，那里一家，就偏偏跑这边来了，我天。对啊，这就是在攻克我嘛，让我那个不要再闲下去了。那边有什么赚的二手店？那个店面房租我记得应该三万多，他竟然能租一下。天哪，二手市场也有可以挣到钱吗？搞大件儿。搞烦了，这个开多少年了？十年了。看十年的工作，你看看，你每天在这里待着也不容易的。所以跑跑嘛，找别的，找点别的工作，卖卖吃的呀什么的，不用老是在这里待着。别吃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你直播怎么样？直播有人给你打赏吗？没有。想办法挣钱。